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地平线：期待黎明》。啊，长宁都跑了，又要等一圈了，好吧，等吧。我是想说，萌萌熊跟一般的熊是不一样的，说不定药性不一样。或许不可药用，或许哦，绝对不是在说萌萌熊的脑都没有用过，所以不知道能不能用的意思。真的吗？你真的不是想要这样说吗？我觉得可能没有用，不过至少可以止二吧。不行啦，不能止二。你看吃了就没有熊可以捏了。萌萌熊是用来捏的，不是用来吃下肚的。废话，再买啊！你要去哪里买第二只萌萌熊？哎，这样看有点像那个什么。那在哪里啊？桂林吗？就是一个一个石柱这样。Angel made it. Now to climb up to its head. Woo! 加油！道理应该是不会掉下去，但是好上来了。给我你的记忆吧。好，来看一看究竟。有没有？这感觉就像是巨齿兽，好吧，我只能往上去了，真的要往上去了。拜拜，谢谢你。西伯利亚不是在俄罗斯吗？我记得是吧？为什么你得到一个不是俄罗斯的结论？我有背过啊，所以才问你贾静雯是哪来的。我知道加拿大有北极熊，然后你可以跟他咻咻。Quietly. Turn 角遇到巨齿兽，啊，不是巨齿兽，那个破坏者。其实我一直觉得啊，破坏者跟巨齿兽，破坏者听起来比较厉害，他们名字应该可以换一下。俄罗斯是国家，西伯利亚是俄罗斯的一个地区，所以我没有记错嘛。贾静雯是艺人，是哦，我地理不好。可以在打猎季的时候把北极熊给……北极熊应该不行吧？棕熊应该可以了。北极熊不是保育类吗？应该不能杀了吧？我觉得我刚刚才渡河，我现在又要渡河一次。不行，都不行。
土匪？啊，这个商人都不怕，都不好，而且还是刚刚那个女的，她会不会太猛了？你好，同一位吧？是同一位吧？超强欸，我用行囊传过来，他也在这。这么硬哦、喔、！Can't see her。这么硬的话。硬的话就换强力的弓来打你。他的双胞胎姐姐笨耶，好像也是可以的，合理解释啊。NPC 商人的等级可是99等呢，不然就是幻影分身。超强的商人，我应该要拜他为师，这样我就可以一次猎三种机器，不用担心像这样来来回回跑的问题。我觉得这狩猎最累的地方就是距离好长啊。他们说是他，所以他们认得我。他们这么半夜在这边，是可以找到什么？他们在这边真的会有人经过吗？像刚刚那位商人吗？如果有玩过《恶灵古堡四》，商人还会自带回复魔法和瞬间移动腰闪，超强！你有刺客之心没有问题。是这样讲的吗？千鸟刚刚说了手累，我说错了，咕咕。欸、其实还有烈化剑呢、欸。我刚是不是有讲错什么？应该没有吧？应该我刚刚讲的是烈化剑吧？我应该没有讲奇怪的话吧？突然开始怀疑我自己了。不对啊，我拿冰冻剑干嘛？我要拿电击剑呢。我终于有东西可以对付你了，清野者。电罐，再一次他就挂了。OK 的 ，OK 的。刺客重要的才不是刺客之心，是反击。是这样讲的吗？刺客之心也是很重要的、啊。
那可哎，过来过来。其实我可以覆盖它。我覆盖你，叫你去打其他那个啊，没啥用的东西哦。对啊，我是要击晕他，计算好的呢。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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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这边，这边有你的对手。哦，两只清野者。我觉得这个我要帮一下，这个，那我的会打输的，加油啊，加油啊，打他，打他 ，Oh no！完成。突然想到 Abstergo 最好的中文翻译阿伯死贴狗，这样比较好吗？这样比较好吗？啊，顺利，不需要靠那些氪星者就可以解决。我觉得我玩得越来越阴险，各种利用。我们的好像在那个里面都没有任何翻译吧，就是只要是讲到公司什么的都没有翻译。我辛苦的跑这么远带回了战利品，我看你要怎么再刁难我。承认我也是个好猎人吧，不然我也可以把我刚刚打的影片给你们看啊，对不对 ？I thought I told you. I'm here to present trophies to the Sunhawk of the Lodge. 3 Sawtooths, 2 Ravagers, and a Stalker for good measure. I suppose Talana helped you with this. I brought these down myself. Will you accept them? 我嚣张哎。Yes.I accept them. But tell Talana she should stop playing with sludge if she wants to get Redmaw. Taiji 要算被迫的吧，不然他全家都死了，没有地方可以混。哦，他是 A 级啦，不是太久啦。你应该说的是那一位吧。Every time I have a quiet. When I gave him my trophies, Asi said you should be spending more time finding Redmaw than helping me. That bunghead isn't wrong, but there isn't time to find Redmaw right now. You're gonna help with something else. Oh. Oh, 还要。Meet me outside. 在外面。我发现好像除了坏婆婆之外，通常妹子都对我比较和善。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分享出去。订阅千鸟熊频道，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